大声点。我不要钵钵鸡。得亏的超善人童年的快乐，小朋友们甜甜蜜蜜的样子多好看。你看这个树这个湖都是为了衬托这位小姐姐的美丽。唱谁后的今天来南靖碧宇村会打老子，自己们是等于我头啊，这就是队伍最前面了，这些都是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。哎，快快去位波波鸡，波呀波波鸡，大声点，波波呀波波鸡。哇，阿巴托有公主龙家谁后座，这些女孩子好漂亮啊，得亏的超上人童年的快乐，唱歌唱啊！你们就该是倾国倾城的呀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男的未必酷啊，人都塞满了，挤不进去啊！看的都是人头，这边真不愧是书信最多的村落。人人都说小不卡则乱大谋，我这边是直接卡死，卡成马赛克了。哇，变得大了哟，摆 pose 啊！村子里面的帅哥，苏公子，哇，看看我们几个，都是人高马大，身材健硕，穆桂英挂帅，好帅呀、啊，英姿飒爽，用巾帼英雄比喻这帮姑娘，最恰当不过了。祖国为了花朵，这些小可爱们再过几年就轮到他们迎标了。 Hello 美女看过来，哇谁后了，哇美美的。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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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谁后了。 Hello 哇太热情了，唱谁后，哇谁后，两个美女在合照。咱们在这边看全程标签啊， Hello Hello， 最要请他们给拍手哈，拍手，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，哇，唱手臂唱谁好嘞 ？Hello 美女看过来，这位雍容华贵 ，Hello 美女笑一个，来笑一个，打个招呼，贵版凤霞，你倒是哪家被气管人呢？小卡拉米呢？哦，被气伤了嘞。我都要看了，我也不要吃上了哈，对呀，不是要吃上了。我叫人家买的高就不吃完了，我都没有。钓鱼去啊，要吃上人，不是要吃上。老家好在路也老。平安送。原来这位小姐是去年的投标啊，有够了，有够了。我是伊丽多。小朋友们。甜甜蜜蜜的样子多好看，后起之秀，来来看了看了看了，会会啊会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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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哈哇哈，看了看了，哇上这个头这个姿势好美啊，这位小姐看着清新脱俗的，简直就是像天上掉下来的仙女。我又再来看看这个人不行哦，有些路段信号好一点，有些路段信号就差一点，像这里的话就完全没有信号。小朋友身心里面太晒了，真的没人了，那我要看老白了，要不看老白了做戏挺戏的，那我要买排骨，看老白了看老白了，那当然就要排队哦。小姐姐就站在这个木棉花树下，感觉这个木棉花都是为了小姐姐所陪衬的。大秤啊，大秤！村里面的有钱人好多呀，碧宇村这边都是一个不老之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第七标，叫小曼。哦，七标了还？哎，七标。哇，我找了你好久。真的吗？是第一队还是第二队？我是第一队的。对，就是第一队的，一心一意第七标。对你随便发表情，然后叫兄弟们关注你好了。我发了，点点关注哦，谢谢。
这些都是村子里面的 GDP 啊。二档的第三标也是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孩子，她没发现我在偷拍她。小姐有没有发现我在偷拍你？没有吧？主播在20年前就没有机会了。这个蓝小小，你看这个树、这个湖都是为了衬托这位小姐姐的美丽。唱神后的宁哥的，他们主要就是杨家女将哈。像这个拿令旗的就是穆桂英挂帅哈，身上看见了女侠的风范，好像那种会飞檐走壁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小姐姐别喝水，没有，我有汤。谢谢。哇，咱们的苏公子神情啊，真的是特别的迷人。你叫妍希吗？然后雅婷是谁？雅婷、雅婷不是你。再过几年他们都是投标标旗啊，都是 拿第一支标旗的美女们。美女怎么都走了？来个大合照，来凑过来。跟了一整天，这个脸都晒红了。今天你们都辛苦了。